100多床全新的棉被，宜兰一所长照中心捐赠给慈济，转送给需要的人。你不利用了变垃圾嘛？啊，蹲在床铺底，搁占靠位，哎，啊，即摆出去了，搁他做爱心，这款物件是足好的代志。因为我们也是希望说，能够把这份的爱心跟棉被的温暖，再传递给就是更多的。新北市崇义中学重点培育体育人才，这暖被来到了球队的宿舍。学生非常的质朴，他们有一些也来自一些偏乡，一直以来都非常感谢我们慈济人给予很多很多的资助，这一次又能够有这么多84床的棉被还有枕头，我们真的无限的感谢。我收到这个棉被，我感受到了妈妈的温暖，我的妈妈已经够温暖了，再多了一个妈妈，我更温暖了。那你本来是怎么样的被子？让我睡觉的时候可以更温暖，然后我有2层棉被，盖起来比较舒服。拜拜，拜拜，拜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曾秀旭、沈秀娟、赖慧娟、叶静红综合报道。